有个上电视，找到那个上电视就可以了。我这是杀生啊，来了把杀生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谢谢月月与懒懒的火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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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月与懒懒的火锅，感谢感谢感谢。看不到我，我刚好转角了。嗯，我不想打。哎，狮子狗跳上来送，那没办法。对面要送啊，对面。那差点遭中啊，这能空 Q？ 这要没抢到 buff 我就凉了，这一波没抢到我就凉了，有点拼的成分，兄弟们，这要是没抢到我这不就嘎了，死在这了。还好还好还好，我就想今天开播有个人说，主播我已经抓到两个一级在三狼蹲着的那个什么，怎么说来着？我已经今天哦，他说今天打游戏已经蹲到两个在三狼蹲着的那个什么，忘了怎么说的。好好学，兄弟们，这个骚套路贼爽。贱逼了还是啥？漂亮。八个的，蛤蟆，谁干？看不起我的杀生啊，兄弟！我这个什么？我这个是杀生，它不是一般的生啊！被抓不可能被抓呀！讲道理，我们一级去跟盾位没关系吧？你不是个，哪怕这跟王国王者没关系啊！我觉得一级过去，对不对？就钻石以下的人很少有去三角草或就是帮打野站位的意识，没有的。你看我打了这么多场，有一把对面站位，一把站位的都没有。这个跟我是王者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讲句实话，确实大家都没有站位的习惯。点我干嘛？
我怎么了？死，被毒死。12个刀人吗？去对面蛤蟆，摸一摸啊！人马应该要来上去刷野怪了，他下去野怪应该被清完了都，该来了呀！去哪了嘞？下去他就一组石头人，过他的时候只要心里默念看不到我看不到我，对面就看不到你了，心里要默念看不到我看不到我，对面一定就看不到你了。漂亮，1650，逍遥蟹可以吃一下，人马应该在他上野区。好了，抽下一个号啊！抽下一个号，国服任意大区、任意段位大师以下就可以了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。大家有大师以下的号，可以自己参与一下，在直播间右下角参与。好吧，在右下角点击电视图标就可以参与抽号了，只要你是大师以下就行了啊，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。抽中了打3个小时，大师以下都可以，大师以下都可以，抽中什么段位打什么段位。马匪已经被人马刷掉，吃个小龙吧。哎，不对，我要来 F6 蹲人马。来吧，有眼吗？我这
像有眼位啊。漂亮，小龙打了吧，人马会往哪边走呢？我再也不会因狂妄迷失自我。两条路我都放眼了，他总不能原地回了吧。哎呦，他破败了，哇，这老鼠有实力的呀。也去六追吧，先刷了吧。人马在上野区。上路也这么大优势，我的天，抽话还有六分钟，在直播间右下角参与，手机端在右下角，电脑端在左下角，大试一下任意大区分段都可以。阿维亚还打赢了，漂亮。漂亮，这个大招他放的有点紧张啊，有点短，来了个一厘米的大招。解释一下为什么看蓝光就卡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会其他人会卡吗？如果其他人不卡，那有可能是你网络的有点问题啊，兄弟，看蓝光就会卡。谢谢威逼的520月亮，谢谢。有可能是你网络的问题吗？人马拿了个1000块，装备补的还可以啊，现在。回家。我要回到冥想之中。我这把还是买个半肉。我这把得一次不死，伤害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。谢谢威逼的5次520月亮，谢谢谢谢。还有4分钟抽号。对面上野区蓝 buff 去一下。哦，可惜技能放歪了。这老鼠打的相对来说还是蛮厉害的，老鼠。
漂亮。哇，得处理下老鼠，这老鼠有点肥了。老鼠有点肥喽。人马呢？他刚好就卡着这两个视野，给他跑了，跑掉了，没看到他，运气还不错。双针眼，先买针眼。团战必须要先把老鼠秒了，对面就没有伤害了。这个就这个老鼠比较会一点，老鼠比较会，把它处理掉。他去下了。原来这里有眼，难怪上波那个人马把我给躲开了。我下就先处理老鼠，别的人我先不管，限制住他的发育就好。有靓仔会来刷红吗？妈伤害好高啊！老鼠伤害是真的高，哇，这血量回的。叶之风呢？叶之风呢？再买个15，这把我不追求全穿甲了，伤害完全的溢出了，下就是保着自己不要死就行。刚那波没闪，我就直接嘎了。刚刚老鼠射我那一波红 buff， 漂亮。他拿了个450，还好。来不及打了，不打了。
黄鼠交闪了，杀心有点重啊，这个人。这就是 保证手里时刻有眼的好处，这波要没眼又被他射掉了。摸眼的重要性。猜中吧。留下。双 AP 可能还要补件魔抗装了吧，先来个15，先来个15，眼一定要时刻准备两个，没有眼就得回家。鸟人已经7-0连死4次了，鸟人没大了，哇，这个装备你不敢上，这不直接瞬秒的帽子三件套，我觉得可以大龙早点结束这一把。可能要下一波了，救他一下，救他一下。来不及啊，不要交 W。敢去呀、啊，兄弟！哇，打我有点疼，没魔抗，两件套子，要么大龙，大龙不？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去的时候的没人没了。大龙，把野区先清完。买15还是买贪欲，兄弟们？感觉可以买贪欲啊，这一件。好像可以买个贪欲，贪欲吧，好像 不怎么需要15，贪欲加 CD 加吸血也还不错。对面蓝 buff。
这波我的一次不死没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他妈就看老鼠，所有其他人我都可以不杀。我这波大意了，大意了。这老鼠的伤害真的是高啊，破败羊刀加飓风，把我的不灭金身搞掉了，15就全杀了。哇操！太能射了，太能射了，老鼠伤害确实高。我现在团战就只看他，我的眼睛里只有他，他不死我不会给技能其他任何人。来，他这个是要买啥？队友，我觉得会被老鼠一个人直接射穿了。老鼠大招应该也快了，应该快了。这要买收集者呀，感觉。买收集者。哦，买巨酒。就这样打赢了吗？哎呦，这我死的挺亏的。哇，一次不死。